跟住酌情我阿哥，你咪講嘢啊！即係等於我同你講埋啊 ，OK 哥，俾曬銀包我先，你攞唔攞出嚟啊？跟住我話我酌情俾翻5蚊你啊，哥。喂，同湯死我有咩分別啫？以前你知唔知以前湯死我係點㗎？我都俾人湯過，打兩錘之後，僆仔做咩啊？咁串長頭髮嗱，我揼你唔係為咗打劫嘅，咁你攞咗銀包，佢話嗱，你喺邊度住啊？我話喺北角住，嗱，俾翻5蚊你啦，2蚊買3蚊買藥酒兩蚊食翻餐飯搭翻屋企翻屋企，喂，佢同湯死我有咩分別啊哥？你攞曬我啲嘢，係咪啊喂？跟住佢即係話我酌情俾你，你講咩喺度？我同嗰位女士去酌情，全部都係政策嚟嘅。我講到呢度，我冇辦法唔再講，冇辦法唔講出嚟。我哋立法會嘅同事啊，係因為立法會嘅資格走去呢個叫乜春啊？呢個叫做。叫做市建局嘅阿哥，佢有冇責任去話俾市建局聽？阿哥，我就算你冇法例，你係咪要酌情酌到盡啊？阿哥，即係話任何人係唔能夠因為他人發財而受害嘅，係咪啊？即係話任何人唔會因為人哋劏死牛而受害嘅，唔係啊？酌情喎，阿哥，酌咩情啫？啲錢我噶嘛，哥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原則。如果我哋嘅立法機關，即係我哋嘅立法會，連呢一樣嘢都唔夠堅持嘅話，我係點搞咧？其餘先至係到其他。我話俾你聽，遇佛殺佛，遇鬼殺鬼，應該係政府嘅責任啊！喂，園區安置唔到，你咪冇發展咯，哥，係咪啊？園區安置咗咪發展咯，係咪啊，哥？好簡單啫嘛！喂，有咩嘢？喂，而家呢個咁嘅爛鬼特區政府啊，佢成日你見唔見到張海報啊？寫住大家唔好咁憂愁啊！這個有一句説話叫乜嘢啊？係叫做方法準比問題多嘛！你一定諗到個方法，唔好自尋短見啊！喂，阿哥，佢唔係攞呢句嘢嚟俾自己用嘅咩？方法總比問題多嘅咩？我知道個問題。不是只是說他想發財的問題，市區是要更新的。阿哥，那個問題就是你不要在這裡做這個祈福黨嘛，阿哥跟我講，跟我們講，阿哥幾哥，喂，重建啊，好過間時間，你給一間我先啦，這還不是祈福黨，還不拉他，全部都是祈福黨來的，喂，你好過間時間，哥，你又好過間時間，哥，喂，一講到，阿基哥真的講得好啊，喂立法會同佢講，定曬啲規則，佢一個轉個頭就踢立法會攞油噶啦，係咪？我如果早啲嘅，我一早就掟佢鞋啊！各位，我想大家明白一樣嘢，房屋係基本嘅人權，即係住屋啊，衣食住行啊嘛，哥，係咪？喂，你有冇可能一個社會係要嗰啲人？是好像火宅之人，什麼叫火宅之人啊？知不知道什麼叫火宅之人啊？即是說那家着火啊，哥，什麼易經說的，古老智慧來的，喂，你家着緊火，還有命啊，你問一下那些苦主，他是不是惶惶波終日啊？你老闆，這個這樣的叫什麼鬼啊？這個又叫做市建局一去收，他就個業主就發了蹄騰，以為可以從中取利，我聽到都真係眼淚出。喂，那個人愚昧，你個市建局話俾我，我同佢開會㗎，喺呢個我未卸任之前，佢話佢好愚昧，我覺得我係好愚昧啊。我話咁點解你咁愚昧啊？你市建局點解咁愚昧啊？你明知道啲業主愚昧，走去趕啲租客走，係發緊一個春秋大夢，佢冇著數嘅，點解你唔第一時間去制止佢先？仲反而歸咎？那些無助的人，喂，他你有什麼理由？因為你去收購那個，去那裡確認收購之後，你有得那些愚昧的業主再欺負那些最無助的人先？你跟我說一句很愚昧，有沒有搞錯啊？是他愚昧嘛，他明知道有這樣的事會發生嘛。阿哥，喂，不要說賠償先，說公屋，喂，那個政策來的嘛，他又告訴我不行啊，梁先生，不是梁議員，現在不是了我。他說喂，我們要問這個
房署攞嘅喎，房署唔俾得喎，你講嘢，你真係講。我話哥，呢個世界你得一個政府啫嘛，係咪啊？得一個政府嘅啫嘛。佢喂，阿哥分工即係等於咁。喂，我去開户口，我諗住擺三個户口，跟住佢冧檔嗰雷曼咁。喂，分咗三個户口冇理由，嗰三個户口唔係我管噶嘛，係咪先阿哥？冇理由一個户口話喂，既然家你開三個户口，唔係你嘅，冇可能嘅。一個政府，如果你話得係負責任嘅政府，你話得係為香港人嘅政府，你話得係叫香港人信你嘅政府，你一定要解決一個問題，就係所有會俾以市區重建為名去租質嘅人嘅福祉，一定要照顧第一個第一性嘅，講第二性啦，即係第二樣嘢啦，阿哥，你賺咁多錢。是不是帶落棺材啊，哥？你不可以帶落棺材的，是不是？這個這叫做什麼鬼啊，哥？又，唉，真是講起都火滾啊！是叫做市建局，你賺錢來做什麼鬼先啊，哥？高薪厚祿，嗱，我同阿偉兒同佢示威啊，同嗰幾個細路仔去示威。我去到嗰度是上環同中環交界很靚的洋樓嚟嘅，嗰有個花園嘅，真係。叫乜春啊？八周年紀念花園隔離嗰個，哇，靚過阿媽唔認得。喂，都辦公喎喺度，佢做咩喺度？做咩話？新咩啊？新紀元。阿哥，喂，高官厚祿，自己分花紅。阿哥，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鬧美國嗰啲銀行啊，啲股民冚家都冇埋，佢就喺度分花紅。你咩人嚟㗎，阿哥？仲要做退休高官，嗰啲揾錢嘅場所，最後佢咪去做咯。阿哥，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哋今日講緊一個咩問題，係最核心嘅問題就係、是，如果你個政府話俾我聽要和諧，你話俾我聽，你唔好出聲，你唔好信長毛，你唔使要民主嘅，我會照顧你嘅。阿哥，你真係做啊嘛，哥。我信你一鋪啦，全部都政治祈福黨啦，全部俾曬嘢你啦，你又做唔做得到啫，哥？你做唔到啊嘛，各位。所以我只想講一句説話，就係、是、如果大家覺得我嗰日去呢個乜鬼嗰間市建局嗰個示威，我行過。我見到有些人藐藐嘴，有些人同情我們，有些人藐藐嘴，很多人藐藐嘴，西裝夾你穿到鬼火那麼靚，藐藐藐我們。我哥，我們是不是人來的？你喂，他們在中環出入踩那個街磚都夠人家整家一世用的。喂，是怎麼來的？就是因為這樣炒的嘛，哥。